没声音啊？有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德伟。然后，先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社团的那个陆客杯决赛。那我要表演的这首歌呢，是收录在我们今年的惩罚 EP4 里面的第二首歌《独生女》。谢谢。然后他是郑乃光，对，我们的社团的最佳伴奏，没有他就没有我们大家。耶、yeah! ！哦，那个 PA 大哥，不好意思，高频少一点。那个吉他的，常常一个人又徘徊，一个人沐浴如用不完，习惯一个人的手扶梯。有靠左靠右的负担，但他总是在那个转角目睹情人姐妹的笑。原来一个人迈向即使忘了谁能帮他拍照。他是个独生女，会不会没有人关心？他们总说他任性，有点难接近，因为最害怕拥有后失去。他是个独生女，很孤单，渴望你的感情。别摸光他的邀请，微笑了自信，一个人来终究一个人去。常常一个人走回家，一个人观察人来人往，习惯一个人都不说话，感受声光流逝的力量。也许他只能在大马路旁，很不巧没有人接电话。巷口左边的阁楼小套房，背负不温暖黄灯光。他是个独生女，会不会没有人关心？他们总说他任性，有点接近，因为最害怕拥有后失去。她是个独生女，很孤单，渴望你的感情。别摸光她的邀请，微笑了自信，一个人来终究一个人去。我是个独生女，多愁善感，需要你的关心，期盼你能多注意动态更新，给个回应，今晚不孤寂。才发现大家都是独生女，错的时间投入错的感情，只怕没人会爱你，安慰闹脾气，按下车铃是过客而已。